别死了，别死了！我这什么？不会，这什么玩意儿啊？哎，那个龙呢？新的恐龙！哇，龙看激光的。Hello， 不理我是丢的事。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玩机器人大乱斗。哎呀，这我们怎么又上去了？啊！开，完了，我都还没升级啊！存了一点，别着急啊，先打蜘蛛，知道不？哎 ，All right， 我打，呜，我消了他的魂儿，好多人呢。哎，我先，哎，瞧不你能啊？啊？啥？你死我！别着急，他倒地的时候，我碰一下他的剑，我就没了。哇！我炸了一个人，炸了一个人。好好好，你冒槽。哇，这蜘蛛太恶心了。来来来，好，稳住，我慌了，我慌了，我承认我慌了，完了，我还在，我还在，好强啊，老大哥，到你了。哇！No！我又慌了，我又慌了，他炸了，蜘蛛没了。好，哎，剩下的小剑士，你们完了呢？我好强啊！刀傻了吧？啊，我傻了吧？还有弓箭手，哎，您应该可以挡剑吧？我不能，我还没升这个级呢，真是。那你小心点啊！这个咋办呢？啊，有希望，有希望，弹出去直接干的。哎，你不是有弓箭吗？我只剩一只手了，我、哦、也是、啊、咋射呀？啊，我又不是弩，捞了我。哎，等，这都不稳住啊！直接把我浴火焚身了，我太强了。有一个，来，怎么后面还有个小兵啊？在哪儿呢？后面还有个小兵，你是不是眼拙了？我咋没看见呢？真的，还在这里，我看到了啊！哇，还是真的有攻击头，哇，瞧见了，哈哈，来，你个绿兵，哎，等着啊，亮兵，哎呦呦呦，他想刀你，还刀我，我让你刀啊啊！牛皮，直接把机关给削掉，哎，赢了，哇，你可以升两级啊，羡慕。哎，我要砍观众了，升一级好吧？我离观众好近，我跟观众面对面。观众没有给你磕头啊？哎，真的有人给我磕头哎！你们在锤啥呢啊？锤的！哎，等会儿了。阻挡技能升到二级了。等一下，就是四十多秒了。不要站过来，不然等一下你一掉下来直接上去了。没上去吧？哇，成群的剑士机器人，来吧！蜘蛛都穿盔甲了，连升两级，哇，团队复活！哈哈。团队复活这么强的吗？这什么技能我都没见过。我怕了，行不行？我知道了，我们有两个点的时候才能团队复活。哦，可以可以。哎呀，真是误打误撞啊！不错不错。哎，我这锤子哥，等会儿好凶啊！这个蜘蛛有盔甲了。喂，你要揍我吗？我打不过他。他就像穿了个墨镜一样，是。哎，他怎么被烧死了？我被炸了！我被炸了！我被炸了！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哎呀，我来了！你别着急，别着急。哎，小锤哥，我把他烧了。我来，哇，他戴那个盔甲眼镜好帅！哎，我切，我再切什么？哦，他被我烧烂了，好多盔甲，哇，爆了 ，nice 啊！你咋打的呀？啊，好强啊！哎，刚刚怎么还有个火箭呢？啊，什么火箭呢？就射到我这儿来了。感谢老铁送的火箭吗？这，走喽！我说这把我会随个啥呢？哦，能量补充。哎，我是个什么东西啊？看一下。哦，强力踢，这得把目标踢向他人，更强的脚艺人了。阿爸，阿爸，真的有点带大。哇，全部都有盔甲啊！就我没有吗？我是另类啊！哇，这么凶！嗯，这是。哎，对，哎，横切一剑，完了，我没能量了，你稳住啊，稳住！莫愁，他们是不怕火。对，你别被锤死了呀！哎，我稳住！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！嗯，来嘛，我要离远点了，好吧？离我远点干嘛？你不是应该保护我吗？这个地方已经哥不适合我了，行不行？臭小弟！哎，树切树劈！哎，我让你火焰锤，我让你火焰锤呀！啊，哎，你锤没了，拦腰截断！哎，没有盔甲照样打，好吧？我就问你，我强不强吧？啊？哇，我们已经22关了，我独臂大侠能活到现在？这什么？这是油吗？我考你一下啊！哎，这啥字？这油啊！你咋不说这是抽呢？为什么叫抽？时间吗？哎，看看啊，什么东西啊？我有盾了！哇，不是，我没手，我有盾干啥呀？啊？没手？那你能切吗？哎，你的盾拿不出来，我裂开，咋办呢？哎，我有没有？哦，我有，我是带火的毛。哎，哇，好多，都是盾兵。等一下，我不能拿弓箭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右切就，哎，让我起来，让我起来，我来了。哇，强不强吧？突进出，无配合，我没手了，我死了。啊？我啥情况啊？啊？你死了？
我一个吗？两只手都断掉了，你知道吗？不好不好，稳住！哎，我这是神射手，好吧？我在那跑了一下，我给他送火箭了。喂、哎，挂了。还有谁？不知道啊，你找一下，你不是可以调自由视角吗？哦，原来如此。个光头。哎，那我不想帮你找咋办呢？啊，我跟你说，我现在视角是啥啊？我现在视角是观众。你这么是观众、啊？我在观众席呢。你跟哪个？我要锤你！我要。哎，我是这个。哇 ！No！ 别死了！ No! 别死了！我这什么？不会。这什么玩意儿啊？哎、啊？哎，那个龙呢？新的恐龙。哇！我看激光的。你在哪儿呢？哇！你咋半天还没上来呢？哇、哦！强了强了！你是我大哥，他掉下去了。哎，看你看他，哇、哦！被插死了，他被插死了。什么东西是我 ？Oh my！ 哎，我终于当回老大哥了。嘿嘿，我终于有手了。我现在你是臭小弟了。哎，你有手了吗？我会掏盾。盔甲没了呀？哎，哪边啊？你要哪边？我没盔甲，我还要哪边呢？我都没了。我右边吧。哦，队友，你升级不了，嘿嘿。我把你这个加工的手臂给砍了，咋样？哦，我有盔甲了，嘿嘿。不得了了，这个、好吧，你根本砍不断。喂，哎呦，喂，我，你可以弹我的剑。来啊，喂，喂，你弹死我。啊啊！我好凶，好凶，我他妈小心！喂，我啊，我被打飞了。我 no， 我救你来了，我来救你。哎，我怎么？我怎么？哎，什么？哎，你别死了！你别死！在倒我起不来！哇哇！我变成独角怪了，好好好，我把他烧死了。哼，什么东西炸我？接着打蜘蛛吗？哎呦，我射激光会动的。哎，我被他一会儿把扫下来呀！啊，不不不不不不！哇！不能死！激烈激烈！我在烧他，我在烧他！来，我怎么没了？把蜘蛛打死！我没了！莫愁莫愁，哎！稳住稳住，先杀弓箭手！哈哈，强不强吧？啊！蜘蛛已经被我干掉了。哇！他把弓箭手给杀了！啊！哦，他那个可以焊激光，你小心点啊！哎，不要急，哎，哎呦，我可以弹的！哇！起来了！哇！啊，还好有个东西把你挡住吧，你就没了。啊哈！你死了！我死了！救命！救命！哇！他炸了！自己焊死了！哇！这是个憨憨龙吧？简直啊！哎，无敌了！我大命大，没办法。哎，你不是可以免疫弓箭吗？你怕对呀？对呀。那你为什么要拿攻击射啊？我弹，你冲上去怼他脸上，直接反弹死一个人。大哥，回来呀！来嘛！赢了，直接把这烧断。太强了！嚯，已经二十五关了，又荣升为大哥了。哎呀，臭小弟！哎我又变成臭小弟了。哇，死亡立方，二十五关了，我还没升级，你就走了？遇了越难了，又盔甲有点花了。来吧，喂，我站起来了。哎，你站起来了，什么东西啊？我的新技能站起来，快速起立吗？嗯，没错。啊，可以，技能还可以啊。哇，射！哎，穿盔甲怎么样？烂吧！喂喂喂，上面有人，上面！哇，稳住！稳住了，我死了！你怎么要死了？我不懂啊，莫名其妙我就硬住，我就死了。别着急，哎，我到这底下，谁射得着我呀？真是，你小心那个长毛哥啊！我他烧的我老强，我没烧了，我被烧死了，完了，我们就浪费了一条命。别着急，我们再修两把，知道吧？啊，小心剑啊，直接射，我们直接挡住，射，我们先把攻击手杀了。没错，哎，我会反弹，气不气？气不气？嗯，来嘛，我上面还有剑士，别着急，怎么跳来跳去的？咋回事啊？他们怎么变剑士了呢？好凶啊！别怕，我来了。你别死了，他们会烧的，他们会杀我！我你要死了！我对不过了，太凶了，他技巧太强了，只能看我了。哎，我脚力爸，爸，哇！好好好，你莫愁，哎，来嘛，哎，刀他，刀他，推倒之后，别着急，我完了，快补刀，他把我烧死了！这，哇，没了吗？对啊，你怎么死的？烧死的 啊你怎么被烧死了？完了，不是你抖个啥呀？啊，还向我鞠躬，你的谢幕，快给你老大哥我鞠躬，来鞠个躬。喂，哎呦，哎，他要跳一段舞，你怎么歪头啊？你是对我的不认可吗？啊，鞠躬啦，老大哥，我锤死你，信不信啊？好了，那我们就先到这里吧。生活往往比游戏更有趣，毕竟在这世上有个被称之为你的奇迹。我们下期见 ，Enjoy your life。